老师讲得很正确，我那个节间真的确实很短的、欸、嘿，对。那另外就是说我那个确实哈、哦，我每个花絮我都用手去喷啦、啊，啊，因为我这样常喷到来会喷到半夜，啊，这样半夜喷的话会着果率会好吗？嘿。好，碰到半暝，好、哦，你真正太认真了，哦、真正，好好好，好，来，好，那老师，啊，那个另外就是说，我可能哦，我是不是因为那个本来以为我的肥太高了啊？可是我昨天用那个1:5的水土比哈、哦，验出来只有零点，只有235μS 处理实验这样子的，那是不是可能肥不够这样子？嘿。嗯嗯，好。那另外我再问一下，那我现在如果阻碍的太多了，因为我连第一花絮、第二花絮都阻碍的，哇！现在涂完发现好像感觉有点来不及了，那我可不可以用12号赶快先补液回呢？嘿，嗯，还是我已经有订 N9， 今天已经来了，我想 N9 加进去这样子，赶、快补这样子，嘿。好，那麻烦老师一下。好，謝謝，不会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个有时候不好白讲，拢也好，我要着。对啊，老师你也当算命啦。哎呀，做帮做算命。啊，哦，所以我无多，我无多帮人算命嘿。嗯。啊，完全算命讲的也免胡责任。我说的也是哦，做不爱胡责任的，唔呀。这伫电台咧讲爱胡责任哈。对对对。确实，因为咱这是一个经验，然后就是讲咱看到的有这种的这情形，所以你。第一就是讲，确实伊啊节间作地应该就是有这个矮化剂哈，无论你用什么物件，有可能是杂交，有可能是你用的每一种的一种这个啊、当然那是伫电台哈，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哈，你放心哈，电台。啊，咱咧做的一个这个工课，啊，不过较含慢吼，这作者秘方我未晓用吼，所以我们电台从来没有卖秘方啊。有的人讲哦，恁作者秘方迄、那个玉米素就好用 ，N9 就好用，迄拢唔是秘方，都是很清清楚楚，迄、那个物件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一定甲你讲哦，足清楚，因为咱上惊就是拄到这种问题，并讲你用阿妹、啊、啦，这個。这个叫冻涨啊，这个节间会较短吼，这一个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啊，结果抓落咱节间缩短，啊，伊内底反正也是有巴克素，伊就抑制这个薄激素的这个产生，啊，所以阻碍力就造出来。哦，这就是诶，去看到是这种情形。有当时啊是天然吼，天然的，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因为迄个灰分的关系，就容易已经就真容易产生阻碍力。啊，你过去迄个薄激素个未产生，咱个补无够，安尼就可能呢会产生这个阻碍力会较严重啦吼。啊，这小补者，其实那是无六个拢要够机会，卖变色啦吼。算讲伊要个青青啊，要袂咧变色，迄个拢青青，特别翻白进前拢要个。不要让它变红，拢要够有机会。啊，那变红的，就真歹，要大足困难的吼，要大起来，迄个速度各方面都会差足济吼。所以我是建议讲，那是后面吼，你小造者，但是你涂下底这个乙烯酯吼，这个0.2几这吼，这伤过好低了吼，真的太低了哈。嗯，这个数字爱讲我清楚吼，那2点多就已经。应该是无解遐悬哦，啊，那是0.2，迄多啊差10倍安尼吼，啊，你得确实迄个肥料上得有较少吼，较无肥啦吼，啊，有肥无肥看叶啊就知啊啦吼，就讲、是、迄个叶啊拢哎薄薄啊，啊细叶安尼，可能就知影是无肥哦，所以这小走一点啊注意，补一刷肥，涂卡你会当啊用12号来走吼，其实嘛不一定12号，就是讲这氮钾比1:2安尼啦吼，这真是好朋友，啊，因为这物件袂歹用，你就照安尼甲走吼，啊，那是讲。甚至呢，你也当先造一遍这个平均肥哈，平均呢先造一遍安尼，哦，啊，小注意一下安尼就好啊，哈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这个你也感觉讲行较慢，但是因为伊较细粒，特别变小啊，吼，你嘛是会当染迄个染薄激素来甲转，比如讲咱转后面对不？那你要转后面肥，你要用12号要染 N9 哦，染做为转，你甲染一点点啊 GA3，一点点啊就好啊。啊，这一点点啊是偌济啦吼、哦，就是讲你甲算哈、哦，大概就是在5到10个 ppm。你讲啊，不啊，你个讲唔对去啊，你拄啊唔是讲10到30 ppm 嘛？啊，即马你讲即个转5到10 ppm 啊，到底我是要10到30还是5到10吼？这咱听众朋友爱甲分哦清楚，我拄只讲10到30 ppm 是。你一个一个在转的时阵，
哦，对吧？一个一个咧转，迄阵你会当为十、二十、三十安尼吼，三十当然是较重啦吼。你家试看买下者，这大概是咱转调过的时阵，你会当安尼用。啊，但是咱即马是做后面啦吼，做后面咧扫的时阵，你可用30 ppm， 迄量就上过头济啊。安尼听众朋友应该有清楚吼，我大概就有一点点啊，得啊，迄种物件免济，无够咱个布拢要过去。啊，那伤济吼，这脏的规个拢量起安尼嘛，较唔好啦吼。啊、其实你若有看，尤其咱这个那节间较短这种吼，你咧转调货的时阵，你甲转一撮啊，这个 GA 男一撮啊 GA 三，伊回锅会存较长，回锅存较长后盖较好慢啊、哦，这还是有这样的作用啊。无伊迄种 GA 三无存长的时阵，会急做火吼、哦，这通常是咱爱去面对的这所在。所以你大概即马先许安尼做处理啊，水一定爱留啊，有一点点嘛吼，小、哦。算不是讲我作淡的安尼吼，就是讲卖去甲喝水吼，伊咧大白起来时阵尽量卖去甲喝水啊。啊，今年到目前为止量大概拢冲未出来，啊，眼看着往年啊吼，啊到过年过，因为那是一挂人出国来回来吼，这感觉上吼都还来得及吼，啊，所以你唔免紧张吼，啊，到元宵节才处理好势，这段时间拢要有真好的一个这介绍，一般吼。啊，这个因为今年过年较早吼，所以年后的一个番茄应该要各有一定的一个价格啊。啊，南部的西瓜啊，这唔知是好消息啊，坏消息哈、哦。这对咱种甘蔗来讲是好消息，对种西瓜是新的老火哈。一挂菜卡人拢去种啊，种了真好哈、哦。这西瓜都种真好啊。这几天啊呢，开始哈、哦，就特别开花啊。哦，哇，这大家欢喜噶哈。啊，即马开花不要紧，寒流啦，落来时阵，即阵嘛，钓多钓切吼，多看一下即西瓜怎害吼。西瓜伫幼果的时阵惊冷吼，开花前其实无啥会惊，有个冻会起。啊，那已经掉栽啊，就较唔惊。所以有时啊，即真歹讲。所以对西瓜来讲，因为即个困难度增加，但是对咱种甘蔗的人来讲呢 ，OK 吼、哦。难得一个机会啊，好啊，哥，我相信啊，应该是要哥还不错吼。啊，这处理上那是有啥物款的解决困难，免紧张哈。先安尼来做啊，照这顺序啊，一步一步来啊，那是有需要咱斗三工的这所在，就讲你咧用吼，会惊无清楚的所在，都唔免客气哈。啊，当含咱保持一个这联络，好不好？好。嗯